不是在同一页啦，其实并没有跳到别页。但是如果你想要让那个手机 app 像那个什么，像那个网页一样，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跳页的练习了。然后我们所以，第二个部分呢，其实希望跳到另外一页，可是要怎么跳到另外一页哈？那里面当然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啊，假设按下那个老鼠，那我们就让它跳什么？跳那个十二生肖里面的运势啊，运势把这些字哈，把它放在那一页里面去就好了。所以我按下老鼠，它可以显示运势。哦，比如今天运势，假设你是属老鼠的话，把那个运势让我知道一下。哦，OK，那如果当然你把这些字放在讯息里面，其实也没有不可以啦。不过那个讯息里面放这么多字，好像它底下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没办法显示正确的。哦，所以倒不如哈，另外再跳一个新的页面。可是要怎么跳一个新的页面呢？而且要跳一个新的页面也蛮简单的，你可以看到上方有一个叫新荧幕，有没有？它原来的。原来画面就是 screen 一啦，可是如果你要跳下一页的话，首先你必须要先新增一个新的荧幕哦。OK，所以你按下，假设啦哦，新的荧幕按下去之后的话，他会问你说，请问一下你这个荧幕的名称，其实荧幕就画面啦，新的一个画面。那名称的话呢，也许啊，我们取一个叫 S01 好了，好，S 就 screen 啊，缩写，然后01的话就第一个，那 S01 也许对应到老鼠好了。OK，S02 对应到牛好了，OK，类似这样哦，按确定。那你会发现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它就会把原来的画面弄成不见了。哎，你说哇，怎么不见了？什么东西不见了啊？其实没有不见啦，上方有没有？新增荧幕前面这边有一个下拉清单，原来就在这里，Screen 一有没有？所以你可以切过来，切到 S2。哎，那但是我们设计的时候呢，我希望在这个 S2 里面做什么？希望哦。按下它之后，把老鼠的运势哈，把它显示出来。所以我会需要两个可以显示这些讯息的一些元件。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用标签。所以你先拉标签一，再拉标签二。标签一的话呢，里面就放什么？放那个运势好了。所以这边把它文字改成叫运势哈。然后呢，字的大小呢，也许把它改大一点。改成也许是30号字好了，好30，好让它大一点。那字的颜色的话，也许把它改成红色，让它看起来比较这个明显一点。里面的字的话呢，我们就用那个我放在云端上面的这个运势里面的资料了啊，所以你可以把它里面的资料全选一下，选起来，复制，贴到那个新页面里面啊，新页面这边了，有没有？这个里面的文字，那就把它贴上，OK，好。那贴上之后，这边就会显示出来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哎，奇怪，它怎么全部都接在一起啊？对，因为这边有一个那个什么，允不允许让它折行的？哎，应该是哪一个？它应该可以猜出来，是不是允许什么？允许卷动嘛？看一下，动。还有啦哈，这个好像我印象中，哎，你画面上设计的时候看到的，跟将来哦显示好像会不一样。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啊。OK，好，那颜色部分的话，把它稍微改一下，比如说颜色，我希望把它改成这个，哎，这个把它选一下，哦，哎，我跟着啊，颜色把它改成那个好了，改成那个蓝色，好，啊，字的大小也把它放大一下，20好了，或其他看有没有什么设定的，其他好像这边都不需要设定，宽度的话让它。填满好了，我看宽度填满，哎，对，填满，哦，所以哦，这个地方把它改成填满，它就折行了啦。所以这边记得哦，把那个，宽度的部分哦，改成填满，哦，让它自己折行一下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那个这个了哈，就是等于是我在新增一个荧幕 S01，然后并且拖拉两个标签，一个标签一就是它的运势。标签二的话呢，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运势里面的资料哈，然后改的话可能就字大小啦、颜色啦，还有这个宽度填满一下，它就显示出来了。可是最后呢，我如果希望哦，最后关键的地方来了，哎，我希望呢能够当我按下什么，按下那个老鼠的按钮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帮我跳到这一页的话，那我程式应该怎么写？所以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刚刚这个地方哦，按下它。跳到这一边，所以呢，程式设计的时候哦，点一下，哦，那主要就是说，第一个哦，
请你把那个刚刚这个对话框哦，看不用跳了，我们不用对话框，所以我把这个对话框暂时先把它先放在这里好了，先把它存，哎，先把它放，把它丢掉了，OK，那把它改一下，改成什么？改成就是说呢，让它跳另外一页，跳刚刚那一页。那我要怎么跳到另外一页哦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可以在控制里面找到有一个选项叫做什么呢？它应该可以猜出来，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啊，在这里开启另一个画面，然后画面名称叫什么？它预设是 screen 一嘛，哦，不过你可以改，把它放到哪里？放到这里，也是标签改了，然后顺便切过去，然后开启另外，记得哦，控制里面开启另外一个画面，那切到哪一个？切到 S01，好，这样 OK 了，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现在只有 S01 第一个页面嘛，哈。然后呢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所以最后的话，当然呢，你如果按下它之后的话，它就会跳到这一页，看到这一页哦。OK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啊。那我把它打包一下，待会其实就可以看到结果了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。的话呢，当然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啦。啊，刚刚我们本来是先有一个设定那个标签，然后再对话框，然后再开启。那我刚刚是有把这个删掉了，因为什么会特别删掉？因为你们可以试试看哦。假如你没有把这个对话框删掉的话，你按下它的时候，它一样会先做这件事，然后再做这件事。可是做这件事它会有点卡卡的，你慢慢点下去，有没有？它其实哦会跳那个对话框，然后再跳页。可是这样感觉好像你会发现，你如果把它 back 回去的时候哦，它还在。这个感觉有点不太 OK，所以我最后我是选择把它怎么样，把它删掉，不然这个东西感觉好像有点卡卡的啦。不过至少你知道有这个东西哈，然后你如果要把它删掉的话哦，你就是选它，然后把它移到垃圾桶。不过移到垃圾桶你会发现它底下这个记得要把它搬回来哦，啊不然的话它一定会出现错误哦，然后把它丢到垃圾桶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这个垃圾桶还蛮有趣的，你移到这边它就会打开了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动画还蛮 OK 的哈，放开。哎，他就问你要不要删掉，哎，确定删掉。好，那其他也是一样哦。当你按下那个，第二个按钮的时候，就是牛的运势哦。那如果你假设要再多增加一个牛的运势的话，那一样嘛。做法一就是先新增一个荧幕，名称的话也许叫做 S02，刚刚是 S01 嘛，哈，所以改成 S02，这个叫牛的。然后牛的运势按确定之后的话呢，那一样哦，在底下多增加两个标签，一个标签是它的名称，一个标签就是它的里面的内容，好，那你就分别把牛的运势，哦，所以运势两个字，这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标签嘛，这个标签的话你就把这个名称啊，所以这个如果一样的话，也许你可以拿刚刚的那个，哦，来改也 OK，啊，颜色我是把它改红色嘛，然后字的大小30。哦，这个 OK，啊，这个的话就是我把牛的运势，哦，把这个运势里面的资料把它选起来，哦，把它复制贴过去，哦，里面写这些哦，诶，OK，这是什么？牛脾气是不是？哦，容易有家暴，这是什么？OK，好，哦，属牛的，哦，那这样一样的把这个讯息贴到哪里？贴到这里来。好，那主要这边记得填满一下，宽度填满了，那高度要不要填满？这个可能就自己设定了。既然高度填满好像不影响，因为它最后显示出也 OK 哈。然后字大小跟颜色也是变一下哈，二十好像太大了，它这边没有。所以如果将来你呈现好像下面会看不到哦。所以哦，如果假设你字哦超过这个数量的时候哦。建议就不要用标签，我比较建议用什么？用另外一个叫文字输入盒，因为文字输入盒好像它可以折行，它里面有一个折行哦，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，换一个不一定是标签哈，反正可以显示就 OK 了哈。那或者另外一个方法把字缩小一下，哎，缩小成18好像 OK，那字的颜色也许把它换一下哦，OK，那这样就 S02 就完成了嘛。那完成之后的话呢，切到程式设计。那一样的部分哦，我们就是当那个按钮按下去的时候，那你会发现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切过去没有？因为它在 screen 一里面，所以你要变，要切到 screen 一里面才有程式。那当按钮二按下去的时候哦，
我们刚刚是呼叫对话方块，所以把这个删掉了，所以这个把它丢到垃圾桶，哦，然后呢把它开启另，啊你可以拿这个复制啊，所以我的习惯把这个复制程式，然后放在这边来，啊记得把它改切到 S0.2 就 OK 了，所以跳过去，哦，然后它除了可以变更那个牛之外，哈，它也可以怎么样？它也可以切到那个 S0.2， 所以一样的哦，你就把它怎么样？ 直接把它打包，然后切过去应该就 OK 了。所以今天的这个练习哈，主要就是请各位哈，把那个这个12生肖的部分哦，分别就是看主要就是这个好了，那个讯息框的部分，我觉得就不特别做也没关系，主要就是切画面，我觉得好像效果会比较明显一些些。那总共的话就是有12个生肖。 所以你们可能其他我没做的哦，你们可能要自己把它完成哦。OK，那今天的话呢，原则本来我是想说请大家再做一个变化题的，不过你们光做12生肖应该就会做不完了。所以剩下时间的话哈，那请各位就是把12生肖的其他都做，你不要说只有做前两个，如果按下去，所以我以后干脆按最后一个按猪看看，如果按下猪，哎奇怪怎么没有？那表示你还没做完哦，你不要只有做前面几个。 那其他一样了，所以点下去哦，这边可以跑跑看。那我还是强烈建议你可以有可能的话啦，你自己再用手机试试看哦。然后呢，可以 run 一个。当然，如果你假设你有时间哦，你说老师我想要做一个12星座啊，或者12什么你想做的没关系，你可以做做看。然后你也可以顺便把你做的分享给你的这个朋友，你说哎我传一个 QR code 你帮我扫一下，这个是我做的 app。 你帮我试试看，对不对？哎，也蛮好的。我想大家看到你会做 app， 应该会觉得哇，蛮惊喜的啊。所以这个牛的部分看一下，有没有运势出来了？好，那你可以把它 back。但是哦，这个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说，它这边刚刚有提到了，如果这个牛的部分下方哦，哎，假设太多。 但是你设计的好像跟看到又不太一样，因为这个其实手机还蛮大的，刚才你跟你手机又不太一样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那另外就是说呢，我们这个运势之外还有别的啦，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让它可以除了显示运势啊、事业啦、爱情啊，还有财运的话，哎，那会有个问题，就是说目前只能够显示什么，只能够显示一个。那如果你要显示多个的话，哈。 其实最后应该是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再做一个变化，啊，这个变化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？在这边哈，S01好了哈，其实在这边的话应该不要用标签，而应该用什么？各位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个下拉选单？这个下拉选单就是说哈，可以让它变成4选1，有没有？如果它选的运势，哎，所以这边的话可能下一次上课了哦，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试试看。 可以把这个标签改成下拉选单，然后下拉选单出现的话会有4选1，可以让你选其中一个。那我希望当我选了其中一个的时候，它可以把它里面的这个文章帮我把它显示在下方的话，哎，那这样感觉好像哇，互动性更好，以后可以做很多地方的一个变化哦。所以这已经蛮够了。那这个做完之后啊，就有点像是。 那个一个网页啦，网页也是类似像这样的做法，就可以让大家切来切去哦。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，把今天的部分先完成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